兽渔网。今天这个渔网哈、怎么样？今天雾特别大，看一道深水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来了来了来了来！这好，这那，这缠的特别结实，缠的特别结实的小鱼。哇塞哇塞哇塞！哇，漂亮！我的妈，这条挺好的，你捡起来吧。哎，缠的太结实了，这个啊。把头扣出来往外撞的时候，我忘了这块墙不对，这块网沉下去了。哎呀妈，这条鲤鱼大小还可以啊，兄弟啊。哎呀，有个五六斤吧，咱们继续收它，你看还有没有大货了。从上到下七指六指的网眼啊，兄弟，咱们弄大鱼。这六米杆的网就得这么收哈，它不是说一米两米的网，咱也收上杆。像这种大网啊，就得这么收。今天早晨这是也是闷了一晚上啊，早晨大变雾，哎，这还是发黄，是不是鱼？是，兄弟们来鱼了，哎，不打，不打，这大，三四斤的样子，肯定是没有三斤，二三斤。3斤一条，这个是咱今天早晨的收获啊，兄弟们，一共两条鱼，再加一个小马口，还有一个这个，有没有认识这个的？真大哈！喜欢户外的给我来个双击，感谢各位。